抛却俗面现法王，真正出家更安然，只因修得真面目，放光照现密行藏。1986年3月19日，农历2月初10，莲生活佛卢胜彦在真佛密院正式的剃度出家。莲生活佛说：“我是一位明白因果的人，我的出家与不出家，本来是不拘形式的，我是自由自在的。我了悟三界无法，何处求心？白云为盖，流水为情。我已解脱一切无形的束缚，如今一切有形的也将解脱。我这出家是为了以出家相来度化更多的人，我要将真佛密法弘扬全世界，使人们灭除贪嗔痴，解脱生老病死，将一切烦恼痛苦完全消除，用佛法真理永恒脱离生死轮回的境界。”30年过去了，2016年3月18日是莲生活佛圆顶出家第30周年的纪念日，感恩圣尊莲生活佛悲悯众生，示现出家相。对于根本上师的感恩，弟子们所做的永远是不够。回首这30年来的弘法历程，一站又一站的旅程，点亮了一盏又一盏无数的心灯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切的点点滴滴。南